斯堪尼亚电磁阀拆装测量工具。下面介绍一下工具的使用方法。首先用电磁阀专用拆装工具打开电磁阀，下面测量一下电磁阀的空气余吸，把螺丝打开，专用量具装入千分秒，归零块归零。接下来测量衔铁行程，取出弹簧垫片，装入弹簧，拧紧衔铁盘，用专用量具装入千分表，按压千分表，取下衔铁行程调整垫块，测量一下它的高度，专用测量工具装入千分表，归零，这样就可以根据高度更换不同高度的调整垫块。